攀爬高手。它这个颜色哈和周围的环境大体一致啊，有一种保护色，有点像那个变色龙啊、变色蜥蜴呀、啊，是吧？或者是蝎了虎子、壁虎，是吧？有很多动物啊，都跟大自然浑然一体啊。某些乌龟、鸟类，哎，这来了一只猫，来了一只小灰猫，来了一只野生的小灰猫，我来看看啊。来，猫咪，咪咪。哇，这小猫长得有点像外星人啊。这是个家猫。这还带着那个脖子上那个。这小家伙还在这儿呢。哎，它动了动了。爬，接着爬。追求人生的目标。海到天边云为岸，山登绝顶我为峰。爬吧，接着爬。爬到高处，一览众山小，是吧？你来干嘛了？你来干嘛了？嗯，小咪咪，你来干嘛了？看见这刀林了，你想吃了它是吗？这是家养的，一看就是家养的，是吧？你们都是好朋友啊，你们都不缺吃不缺喝的。他没发现他，可能没发现他。他们俩直线距离在15厘米到20厘米。相安无事啊。相安无事。我们家那个基本上纯黑，有一点点暗红。这个是灰黑啊。这些猫都是有主的。看这个猫没我们家那好看，都觉得自己家的好看哈。这个小刀脸你都爬到这儿来了。再爬一爬吧，孩子。轻轻碰它一下啊，咦咦，爬爬。哎，有外界的这个刺激之后，它爬得快了。再爬爬。小猫也来了。小猫咪，咪咪，你好。害怕了，害怕了。小猫咪，你也找它呢？哟，它也上去了，嘿，这攀爬能力真棒，真棒。